机车坐垫上被放了两枚硬币，超显眼。一般来说要骑车拿起来就好，但农历七月时机敏感，骑士的家人要他别乱捡，让他心里瞬间发毛，上网求救怎么办？没听过啊，没什么概念呢，只要提一个落去就好啊，我们就不要放在口袋里就好了。硬币招厄运，真没听过，但民众不敢碰，怎么骑车？有网友建议大力翻开车厢把它弹掉，还有人建议干脆丢到功德箱，让神明跟他正面对决。民俗专家建议，遇到这类情形最好小心。以前说红包袋，大家知道路上红包最好不要捡，可是没有人说路上硬币不要捡啊。那放在摩托上行规代表什么？你要帮我对这个摩托车的车主做一些事情。专家说，来路不明的钱财别乱捡，如果碰上这类诡异硬币，交给附近庙方让师傅做处理，当作香油钱，自己也能安心不少。但也有老人家见多识广，直呼这是跟好兄弟沟通的道具。黑龙给啦，人家哦，吃饱未？就是这样。问好兄弟吃饱了没，竟然还能用钱币把杯，鬼月祭祭摆摆款，民众也不必过度担心，否则还没触犯禁忌，恐怕就先把自己吓坏。记者张佑慈、林川、尤涛台北采访报道。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